好，大家好啊！焦点视频啊，文敬山铁板玄机节目嘅时间，荧光幕啊，继续见到我哋嘅文敬山师傅。系，大家好，师傅。咁咧就上一集咧，我哋就讲上半 part 咧，关于一啲创业嘅攻略啊。系。咁咧就分別咧，我哋咧就講過就係其實師傅即係第一啦，分享阿師傅分享過佢一啲嘅創業嘅心得啦，或者難處啦。咁第二咧就係講咗一啲咧就係公司咧改名啊嘅注意嘅事項啦。第三咧就係一啲可能咧就係話個鋪位啦，或者辦公室啦，揀咩位咧都係一門學問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嘅人咧，就可以去翻我哋嘅上半 part 嗰度咧，就睇翻師傅分享咗啲咩玄機啊。OK， 咁嚟到下半 part 嘅時間咧，嗱，既然改咗名啦，諗埋個鋪位喺邊啦，咁啊，師傅，咁啊之後咧就係講緊搬入去嘅咯噃。係。OK， 咁搬入去咧，係咪要拜四角㗎？要拜四角噶，其實我哋所叫遷移嘅跡象咧，我哋入一新嘅環境都需要拜四角噶。因為拜四角咧係可以同信的話啦嚇、啊，我哋叫同個地主或者同之前喺留喺呢幅地嘅先人，我同佢哋講翻聲，我哋將會進駐入嚟啦。咁希望你哋，我哋都燒啲衣紙俾你，俾啲供品你哋，希望你哋大家都唔會係有個騷擾嘅情況出現啦。係，所以我哋一定會有拜四角儀式噶。咁拜四角又有冇分時間嘅咧？夜晚十點係咪一個好時機？咁相信你都唔會夜晚十點先去裝住香嘅，好驚我。咁不過理論上啦，拜四角咧係真係需要擲一擲時辰嘅。咁我哋多數都會係擲喺中午嘅四點之前一定會完咗呢個儀式去㗎啦，唔會係攤到咁後㗎啦。所以就算啲可能叫客户上面幾遲都好，我哋盡量都唔好超過晏晝四點。超過晏晝四點的話，我寧願你之後先再拜啦。係啦，所以拜四角上面，我哋首先去擲時辰先嘅，需要係。O K。咁樣啊，咁啊拜完個四角啦，咁啊即係就搬入去啦，係咪？咁啊跟住就行啦啲嘢。咁師傅，我想請教下啦，即係我嘅鋪位啦，或者我嘅辦公室啦，我想自己個風水好啲。咁我係咪應該乜嘢都擺曬喺寫字樓啦，或者鋪位咧？招財貓啊，擺幾隻咁樣，咁啊跟住貔貅又唔好一對啦，十對啦咁樣，咁係咪就好運啲咧？嗱，其實咁講，風水物其實就唔係話叫立亂放嘅，亦都唔係話越多就越好，越多越好，我變咗陳列室嚟㗎啦。係係啦，但係風水上面其實最簡單，我哋可以話叫藏風聚氣。我哋啱啱上一集都講到啦，點解要有水？水為財咧，因為我哋可以帶動到個水氣。咁我哋應該話咁講，喺根據一個風水法則，應該動嘅地方，我哋應該要喐動佢。咁可能喐動嘅地方，我哋嘅物質算係啲咩咧？流水啊，水流擺設啊，啲風嘅流動啊，我哋咧叫為之動。咁所以我哋要靜嘅地方就要係沉靜啦，唔應該有咁多空氣流動的地方，或者唔應該成為一個氣口位置啦。可能話我哋要放一座櫃啦，放啲重嘅物品喺個位置上面，導致到佢個氣流唔會咁容易喐動啦。所以我哋會有動有靜之分，呢個係最基本上風水上面嘅一個係叫佈局啦。咁其次再深入地少少講咧，就會視乎翻個命主或者係叫可能嗰個宅主啦，視乎翻宅主個八字而去定邊個地方對佢真係叫有利，邊個地方對佢真係要係留意一下個煞位，所以我哋要係因人而定制定個風水嘅。咁啊，師傅啊，即係頭先你講嘅一啲係風水上嘅擺設嘅謬誤啦 ，OK， 係啦，咁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啦。咁啊喺風水上邊嚟講，我間鋪同我個辦公室咧，有啲乜嘢嘅方位咧，我係要特別注意一下嘅咧，其實。如果講到商鋪的話咧，最緊要一個叫財位啦，因為做得商鋪嘅一定係賺錢為主噶啦。係啊。係啦，所以財位如果有啲鋪頭係用收銀機嘅，咁我哋就會注重收銀機個擺嘅方位啦。係。如果有啲調翻轉啲鋪頭可能係叫擺個隔萬嘅喎，要擺啲好貴重嘅物品喺度咧，咁個隔萬位置就代表咗間鋪嘅財啦。所以個隔萬個位置亦都係比較重要性，個重要性比較高噶啦，呢個就會係。哦 ，OK。嗯。隔萬啊！咁但係師傅有時你都知啦，即係鋪位嘅嘢就即係唔一定係完全係話哇好啱曬啲方位啊咁嗰啲噶嘛。冇錯。咁如果我個財位係一啲唔係好理想嘅位置係點咧？即係原來我個財位可能係喺門口嘅，喺廁所嘅咁樣。咁係咪真係呢間鋪就唔揀得咧？
所以點解話無論住宅又好，商鋪都好，最重要嗰刻其實係去揀樓、揀個宅位、揀個住址、選址啊，你叫做。嗯。選址係比較緊要啲嘅。點解咁講呢？我唔係話個少少錢唔好，應該唔應該慳嘅問題，而係話應該去揾風水先生幫你去揾咗嗰間樓係唔係真係完全啱你先。咁即係叫老實少少咁講啦，就算可能叫揀咗間好啱你嘅住宅又好，或者商鋪都好，而之後你就算唔擺風水的話，都理論上係有機會係已經係大旺咗你噶啦。你再擺埋風水的話，就個錦上添花、如虎添翼咁樣去做法噶啦。所以選址揀樓的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嚟嘅，而唔係話我根據客人嘅喜好揀好咗間鋪位之後先去揾風水先生佈局，就完全唔係咁做嘅。呢個係本末倒置咗噶啦。OK，嗯，即是去看的時候就已經要 mark 實了師傅你的時間了。你可以這樣講，就算可能不是我都好，找回你自己信得過的師傅去幫你揀一個適合你的單位了。OK，嗯，那師傅剛才你講了一些擺錢，啊，嗯，其實還有一些什麼，在那個寫字樓裡面要個格局是要注意的呢？即是我的意思是例如有沒有說一些什麼光啊顏色上的東西是要注意的呢？有的，論到風水上面其實這些都要配合在一起的，方位、數量、顏色、高低，我們全部都要因為個宅主而配合在一起，而不是隨隨便便說所有東西都是一概而論的樣來說。所以我們經常風水去到最後都是說因人而異、因人而制定，不能說完全一個統一的法則而行完所有一切的東西。OK，咁啊好啦，嗱，師傅，即係好啦，嗱，咁啊，我又搬咗間鋪入邊啦，跟完之後咧，我哋咧就唔係淨係擺好多風水嘢，我哋咧就做實事嘅，啊，做業務嘅，咁啊好啦，咁啊行到一年啦，行到新年咯喎，咁新年咧就有呢一個我哋俗稱嘅叫做開市啦，同埋收爐啦咁樣，咁我想請教啦，嗱，之前咧你都已經有講過啦，就開市同收爐咧，其實有一啲傳統嘅意義噶。OK， 咁我呢一刻我梗係唔講啦，咁大家想聽嘅梗係聽翻之前嘅節目啦。OK， 咁啊有冇話喺嚟緊2020年啊？啊，即係開市同收爐同開市。有冇邊一日係推介咧，師傅？如果講收爐同開市，其實都有啲日子可以大家去考慮一下㗎。係。咁去到2019年咧，我哋收爐嘅日子，我哋叫有近少少嘅，有三個選擇啦。就分別係2020年嘅1月20日啦，24日同埋中間有22日嘅，呢三個日子可以選擇適宜收爐嘅日子。而收爐的日子，我們是叫做酬謝回當過往一年裏面的員工幫助我們這麼多，所以我們可以選擇的日子裏面可能叫吃一間收爐飯啦，去做一些叫活動，大家圍在一起 去做一個收爐的儀式這樣。嗯嗯，就打下牌啊那些這些因人而異啦。OK OK， 那好了，那開始吧師傅。開市的日子呢，因為接下來2020年呢是一個雙春兼闰月的年份，所以它的過年的時間呢會比較早一點，已經是去到1月的25日已經是叫農曆初一了，所以很早過年的2020年。所以如果開市吉日的話呢，我就會亦都有三個選擇給大家的，分別一個就是正月初四，就是1月28日啦，一個初七的人日1月31日，同埋一個初九嘅2月2日，呢三日咧都比較適宜係有個開市嘅用途嘅。不過呢三日裏邊咧都唔係完全話全部符合曬所有人士去用嘅，而視乎翻嗰個老闆啦個命格究竟會唔會衝呢個日子而去選擇啦。我視乎老闆個命格。係啊，因為嗰間公司係老闆噶嘛，冇理由視乎員工噶嘛。咁啊係。咁但係師傅話頭先我聽到好悲傷喎，你頭先你講1月28日，1月25日就已經係初一咯喎，即係你叫我初四翻工，我到時真係初四咁嘅樣嘅喎。所以亦都有初四、初七、初九嘅選擇，咁你睇翻老闆而定啦。OK， 咁啊好啦，咁啊即係我哋喺呢一個嘅創業上咧嘅路啦，我哋繼續係任重道遠嘅嚇。大家努力。係，咁啊，所以大家即係創業嘅人，咁啊，即管努力。嗯，好唔好 ？OK。咁啊，今集咧，我哋多謝文敬山師傅。好，下集見。拜拜。拜拜。